各位博士网球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我是主播徐正贤，再次的回到了现场。接下来为各位所送上的是高女的单打的四强赛。画面上这两位呢，相信许多的观众们都认识，一个叫做葛兰乔安娜，来自高雄市的三民高中，一个是梁恩硕，来自台南的三华高中。这两位秀呢，都是目前台湾的青少年女子选手里面的顶尖选手，也都是呢这个选手里面呢最知名，而且是已经在打这个职业赛事的。梁恩硕在去年的澳网拿下了女单跟女双的冠军，写下了我国女子网球的新纪录。她转职业之后呢，也在职业赛上有很多的斩获。而葛兰乔娜呢，也在开始在打这个女子的未来赛，征战世界各地。事实上，这两位选手啊，严格来说应该是要进入到冠亚军赛，但是因为签表抽出来就是这样的状态哦，所以他们在四强就要遭遇了，就等于是只有一位可以闯进到冠亚军的决赛。那签表另外一边，张廷佩跟李冠仪将有机会来取得一张决赛的门票。但如果以程度上来说，当然是葛兰跟这个梁恩硕呢，相对来讲是水准是相对优异的。只是两位选手在四强就必须要遭遇，这也没办法。这一场会是一场八局制的比赛。两位选手在做最后的赛前的练习，比赛呢马上要开始。这场比赛严格来说已经是超越高中选手的等级了，这已经是职业等级的对决了。当然这个对今年全中运的这个不管是观赛的这个观众来说，或者是家长来说，或者选手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值得关注一场好比赛。在全英中英之后呢，两位选手也要各自呢继续他们的这个职业赛场的这个征战哦。画面上穿绿色这位是林耿仪教练，他是葛兰乔安娜的学校三民高中的教练，这几年在高中女子的团体里面呢缔造非常多伟大的记录。当然这场比赛也吸引了这个媒体啊来到现场来采访跟报道哦。这两位选手绝对是今年全中运的网球赛事里面最受到瞩目的两位选手。赛前的练习结束，两位选手要正式的开始比赛，这是一个抢八局的赛事。葛兰乔娜先发球，先是一个外角的发球，成功拿下分数。
连续两分都是一发进。这球出界，零下四分，葛兰乔安娜的发球局，第一个发球局非常成功的拿下了第一局。现在轮回梁恩秀的发球，梁恩秀在去年在雅加达巨港亚运呢，为我国拿下女子单打的铜牌哦，是台湾继1958年刘湘谷之后，暌违60年再度赢得亚运的网球女单的奖牌，非常不容易哦。她在2018年个人包办的澳网的女子青少年组的单双打的冠军。他也是呢，我国选手第一次在大满贯青少女组能够拿到单打的冠军的选手。好球，哇，这球差一点点。来到前场的葛兰乔安娜，这个球迫使杨硕发生失误。梁恩秀现在 WTA 的排名是226名，在我国的选手来说，排名算是非常好的，还非常年轻哦。反拍压得非常低。哇哦，这反拍被逼出界了。葛兰乔安娜一开始打得非常积极哦。
狼人所举点的机会。两人说顺利的保住自己的发球局，现在一比一平手。非常好球，这个反手拍打对角压得够低，而且出手够快，非常精彩。格兰乔呢也是台塑企业所赞助的选手哦。双发失误，可惜了。哇哦，这个球还是压得够快够低哦，明显的这个球两人说跟不上哦。板桥呢，举点的机会40-15。哇，两人说可惜了。板桥呢，再度的爆发成功，拿下这个发球局2-1。108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20号到25号在高雄举行，欢迎全国所有的好朋友来高雄为选手加油打气。
再度回到现场。梁恩硕跟格兰乔那场比赛吸引了非常多的观众在旁边来观赛，当然也包括了两位选手的队友啊、教练以及亲属团。今天梁恩硕的失误非常多、哦、梁恩硕的球啊非常有侵略性，但是也因为他球打得非常非常的平，几乎没有什么旋转的这个弧度、哦、所以他的球的过往的这个余度非常低，所以如果他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老是会出现这种很接近网带的球。一发没进，这个球格兰乔纳想用正拍强势的攻击，但很可惜哦，没有咬住球。好球啊！好球，梁恩硕这个球现在是带外脚带开之后，这个球马上补上一个 inside out。出界了，相较之下格兰乔纳的球、啊、比较多的旋转、哦、所以他的球的过往的余度稍微高了一些些。这个发球锁定了对手的位置之后啊，这个球就 one two punch。两个人说举点机会，好球，还是保住了发球局。
哇，这个球压在线上哦。非常精彩的外角的发球，说对刚那个球的判断有意见啊，不过主审并没有改判。又是一个成功的发球得分，40-15，葛兰乔纳两个局点的机会。到目前为止看得出来，梁恩树还在找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哦，还没完全找到，还在尝试着想办法找到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击球的节奏跟打法。好球啊，葛兰乔纳打得真好。哇，刚这个正拍的 squash 呢，让球切得很低，梁恩树虽然说逼上来，但这个球因为前一个球切得够低，他没办法打出太有力的攻击球。3-2，葛兰乔纳领先一局。起点从这里开始，无数次的反复练习，只为过往的那一刻。运动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运动。大家好，我是庄之渊，108年全中运在高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再度轮回梁恩硕的发球，梁恩硕到目前为止五局打完，感觉上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节奏哦，还没有进入到他那个 zone 里面去。
对，就打到网袋弹进去了。哇，这个反拍打得真是刁钻哦，感觉乔安娜。重心压得非常稳哦，感觉乔安娜。这个正拍失误的情况下，现在葛兰乔娜逼出了两个破发点，两人说的发球15-40。哇，好球、哦、没话说，葛兰乔娜非常成功的底线的对峙呢，破了梁恩秀的发球局，现在来到4-2领先了。这一场众所瞩目的女子单打的四强的对决，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葛兰乔娜是打的真的是把自己的水准呢完全的发挥，她今天在底线的抽球，不管是长抽球或者是带角度的这种带旋转的抽球都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哦。反观梁恩硕，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他一贯的非常平级式的打法，但是他今天失误相对多，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找到自己的节奏。葛兰的发球，这个球送的漂亮哦，这个球两人说带旋，这个球送的够深，也破坏了葛兰乔安娜在底线的这个平衡。这个接发球接得够低的情况下，也迫使了葛兰乔娜反拍发生失误，球很低，压得很低，拉不起来。现在葛兰乔娜的发球局也面临了对方两分的领先。哇，这个球又是个非受迫的失误。
外角 kick serve， 这个球没接好哦。强势的发球得分，现在葛兰乔纳连杆三分的情况下，40-30，局点的机会。如果保住这一局，葛兰乔纳等于可以取得5-2领先了。如果以职业盘源来说，两人说是 WTA 226，葛兰乔纳目前是没有 WTA 排名，只有 ITF 的排名。所以以职业盘源来说，当然两人说是占有很大的领先，但今天到目前为止，葛兰乔纳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到位。今天梁恩寿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哦。刚这个球葛兰乔纳失误，两人说现在有破发点的机会。哇，外角的 S， 非常精彩的一个 S 球，梁恩硕这个球没办法，再度的扳回一分。葛兰乔纳发球局现在 deuce， 今天他在发球局的部分、啊、可以说表现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梁恩硕没有办法破他的发球。两位选手这一个正拍的对角的对抽啊，速度打得非常快哦，球也压得很低。两人说再度拥有破发的机会，看他能不能在这一分能够顺利的破发。好球啊！这个穿越成功，梁恩硕回破了发局，追到了3-4落后一局。108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20号到25号在高雄举行。
欢迎全国所有的好朋友来高雄为选手加油打气。再度的回到比赛的现场，善花高中的加油团在旁边帮梁恩硕加油。梁恩硕的发球，如果能保住这一局，就能够把比分给追回。哇，连掉三分。这一局葛兰强呢有点失去了专注度哦。两人说连下四分保发成功，好球，这个外角发球成功拿下分数。大师报告，国女单陈彤宇、郭杰恩只是竞赛组。哇，可惜呀、啊。好球，葛兰强纳这个球反手围攻。
好球，这个反手拍的 inside 打得漂亮。报告，陈宏宇、郭杰恩请致敬在此。陈宏宇、郭杰恩请致敬在此。梁硕今天接发球端了，这个球太快就把这个球给处理出来了，并没有这个想先把这个球权回回去，产生更多来回的机会，太快的这个发生失误了。林耿英教练，格兰乔纳的高中球队的教练啊，三名高中的教练。40-40 deuce。好球，格兰乔纳这个截击打得漂亮，这个刚才说的截击打得漂亮。现在两个手有了破发机会，两个手有妈妈。好球，标准的 one two punch。哇，这个球压得够低哦。现在梁恩说面对格兰乔纳的发局，又拥有了破发的机会了。
好球，这个反派直线沿着边线走，葛兰乔纳的发球被梁恩硕给破发，现在梁恩硕取得5-4的领先，也是今天第一次领先。起点从这里开始，无数次的反复练习，只为过往的那一刻。运动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运动。大家好，我是庄之渊，108年全中运在高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再度回到比赛的现场，中间戴绿色帽子这位就是梁恩硕的妈妈。现在5-4领先的梁恩硕呢发球，哇！现在梁恩硕开始加压了哦，在前面几局他的这个球呢一直打到网袋打不进，现在感觉上他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了。好球，有效的接发球，葛兰乔纳抢回一分。事实上这场比赛前面几局哦，葛兰乔纳打的是非常非常理想，他的球控制的长短得宜，而且失误很少，反而是梁恩硕不断发生失误。好球，这个接发球漂亮。梁恩硕虽然现在有1局的领先，但是他还是要非常小心哦，因为今天的葛兰乔安娜的这个状态算是非常不错的。来到前场，这个球被梁恩硕给逼出去了。30-30，关键分来了。现在比分是5-4，梁恩硕取得1局领先，一个破发局领先。所以对葛兰乔纳来说，现在这一局如果有机会回破回来，他得还有可能在接下来靠着保发取得领先优势。哇哦，又是一个失误。我们刚刚提到，这就是在今天稍早的时候，为什么葛兰可以取得领先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梁恩硕不断的出现这种打到网袋，刚好打到这个白色的袋子这种失误哦，他球打得太平了。可惜这个接发球，可惜了，再度平手，破发点没拿下来。40-4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攻击点，葛兰强纳自己失误了哦，可惜错过了这个很好的正拍出手攻击的机会。事实上，刚这个球，两岸硕的发球落点并不理想，但是葛兰强纳没有把握住，可惜。两岸硕的发球局点机会。哇，结果这个球两岸硕明明被逼迫的情况下，结果葛兰强纳自己也没把握哦。两岸硕惊险的守下了这个发球局，现在6-4了。葛兰强纳本来有机会把战局扳平的，现在变成4-6落后。这场比赛在打8局制，女子单打个人赛的4进2的比赛，输的这一方只能争第三，赢的进入到冠亚军的决赛圈。当然，这两位选手的程度来讲，这照理讲，这应该是要冠亚军决赛的组合啊。哇，这个反拍出拍太慢了哦。0-30，葛兰强纳这个发球局，事实上是没有退路了，一定要保的发球局。9-30，扳回一分。尝试的发球得分，30-30。哇，可惜这反拍带出去了。两位选手球的控制的非常的低哦，而且因为这个球场的速度快，所以呢，事实上一个不小心球就飞了。现在梁恩硕又有了破发的机会。
哇，这个球出界了哦。葛兰对这个球被喊出界非常的失望哦。结果梁恩硕再度的破发成功，现在取得7-4的领先。108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20号到25号在高雄举行，欢迎全国所有的好朋友来高雄为选手加油打气。再度回到比赛的现场，高女单打的四强赛，梁恩硕对决葛兰乔娜，这一场众所瞩目的四强的赛事哦。现在梁恩硕7-4，后来居上取得领先。轮回梁恩硕的发球，这个闪身 inside 的正拍速度打得非常快哦。葛兰乔呢，刚那个和缓球打得太短了，他想要缓和对方的攻击，但是球落太短，当然也让梁恩硕可以持续的进攻，产生一个 inside 的攻击的结果。刚的球路他打得高一点，炫一点，打深一点，当然效果会好很多。哇，这内角的发球速度很快，这个球场、算是快速的球场，所以球在带切的情况下，像着地球跳不起来，很难处理哦。30-0，只差2分，梁恩硕可以拿下整场比赛的胜利。现在梁恩硕有3个赛末点了，这球出界，哇，反拍出界，结果这场比赛梁恩硕后来居上，以8-4击败了高雄3名高中的葛兰乔安娜。这场比赛 WTA 排名226名的梁恩硕到中段之后开始展现他应有的水平哦，以8-4击败了一样是来自这个国内的青少年的好手啊，葛兰乔安娜。两位都是未来我国女子网球最受期待的两位新星，也希望这两位选手都未来有很好的表现。恭喜梁恩硕闯进到女单的决赛，而梁恩硕呢，
啊，这个葛兰乔纳德能够争取到有机会争取第三名的席位。两位选手在参加过全中英之后，当然也要持续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来征战哦。对一位职业的女网选手来说，一年大概要打将近30场的比赛，所以事实上是比赛的这个周数是非常多的。今天落败的葛兰乔安娜很可惜，不过呢，她在一开始打的实在是非常的理想哦，也让我们看到她的非常好的潜力。这是今天博士网球台为各位所送上的精彩的实况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明天我们将为各位送上。